各位观众又嚟到午夜广场哲学有计倾，今集有我阿超做主持嘅。咁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叫做绝望的自由啊。咁啊，介绍之前咧，我又讲下今晚嘅阵容先啦。今晚咧，我哋系呢一季首次就系冇嘉宾嘅，就全部自己手足。咁呢边咧就系师兄 Roger 啦。咁啊，今晚啊，今集系第二次上嚟啦。咁啊，平时我哋有咩？哲學上有咩唔明嘅奇難雜症都請教佢噶啦嚇。另外咧就係阿全啦，跟住仲有阿宇啦，咁啊都上過嚟啦。咁咧講翻我哋嘅題目啦，絕望的自由，我就好奇怪噶啦。之前我哋唔係話傾好咗話今晚係講存在主義嘅咩？點解最後出咗嚟係呢個題目咧？阿宇講下啦。我講絕望的自由，因為吸引啲咯，聽落個名度，即係又絕望又自由，好似好神奇咁樣。咁但係其實個諗法就係因為。我哋都覺得存在主義是一種比較難去定義的，你可以話學派或者一種思潮，因為事實上就係睇翻可能在沙特或者前後的一啲法國戰後的一個時期，咁有很多人佢哋喺唔同的範疇入邊都會有某程度上可能自己話自己是或者係人哋將佢哋歸類為一些存在主義的一啲作家、思想家，可能有文學，可能有政治或者哲學，咁所以去定義存在主義就有啲困難嘅，咁但係我哋就覺得其實絕望同埋自由或者一啲相關嘅概念，可能係比較係喺存在主義咁多種唔同嘅表現入邊，都係同一個佢哋嘅commitment 或者同一個能夠貫穿呢一個 school 嘅一啲重要嘅概念，所以就用咗呢個題目。好啊，所以我哋其實係關於存在主義嘅。咁我記得咧上一輯哲學有計傾結束咗之後咧，就我哋收到一啲意見啦，好似係有一啲。觀眾朋友都想我哋講下存在主義嘅，咁我哋喺呢一輯咧就都有一個叫做哲學流派或者哲學理論嘅部分啦，係嘛？咁所以即係存在主義呢一集咧可以或者歸入呢個範疇入邊。咁但係我知道今晚咧就我哋主要係講存在主義入邊嘅其中一位好重要嘅代表人物，就係頭先阿宇提到嘅法國嘅沙特啦，係嘛？不如我哋由闊再入窄啊，慢慢聚焦去沙特度啊。我哋先講咗存在主義。究竟咩嚟咧？係啦，關心緊啲乜嘢啦？興起嘅背景啦，係啲乜嘢啦？好嘛？阿鄭老師想講下。因為咧，其實我哋一般講存在主義咧，其實啱啱阿宇都提到少少嘅，其實係幾含混嘅呢個 term， 因為我哋有時會講啲小説啦，例如沙特嘅小説啦、嘔吐啦、卡茂嘅小説《異鄉人》啦，我哋又會講哲學喎，例如存在與虛無啦，甚至乎我哋會講歷史啊，例如喺歷史上面存在主義作為一種思潮啦，甚至我都可以講藝術，即所以你會見到存在主義呢個 term 咧，其實有唔同嘅面向啊。有歷史啦、文學啦、哲學啦、藝術嘅面向，而我唔係話呢幾個面向咧係可以完全分得開，因為有時我哋講文學嘅存在主義，我哋會用哲學嘅背景啦，或者講哲學嘅存在主義，有時我哋又用翻啲小説啦，而且我哋都叫得存在主義，似乎佢哋中間有啲共通點啦，但係咧。我覺得如果我哋唔區分翻開咧，有時我哋唔知傾緊啲咩，因為唔同面向嘅存在主義其實研究嘅重點都唔同噶嘛。例如你講文學嘅存在主義，可能我哋會諗嘅就係呢種存在主義嘅寫作方法有咩咁特別啊，主題有咩咁特別啊。但哲學我哋就講緊，例如佢作為一種哲學立場，去回應緊啲咩哲學問題咧，佢有咩理據咧，佢咩理由咧？咁所以我覺得我哋都可以區分翻去討論，咁會清楚啲咯。而且係啦，咁我哋今日當然就係 focus 喺呢個哲學上面嘅存在主義啦。同埋我想都補充一點就係，即係存在主義就同其他好多主義有啲唔同嘅。我哋哲學好多主義啊嘛，理性主義、經驗主義。但係通常就係有一班人，佢哋有某啲共同嘅睇法啊，基本上咁於是佢哋構成一個學派可能或者個流派。新儒家啦。新儒家可能啊，咁啊。但係存在主義者就好得意，即係通常係我哋叫佢嘅啫，即係冇乜邊個，即係我哋一般覺得我哋稱呼佢哋為存在主義者嘅人咧，佢哋都唔認嘅，即係除咗一兩個例如卡茂啦、海德格啦，係沙特自己認嘅啫沙特叫佢哋做存在主義者，叫佢哋做存在主義者，係啊，冇錯。咁所以即係一方面就好奇怪，因為佢哋都有啲理由嘅，因為佢哋自己都強調啊，即係所有呢啲人都強調嗰啲個體性。好強調自己嘅獨特性，咁就唔中意將自己同人哋拉埋一齊啊，歸為一類啊嘛。咁但係我哋又好似習慣咗都會咁樣叫啊。咁其實都唔係完全冇道理嘅。不過佢就會特別啲啦，好似我頭先講，就佢哋唔係由一啲大家共同嘅可能信念出發，而係佢哋似乎都係回應緊某啲共同嘅問題或者共同嘅一個時代嘅一種意識啊，一種特定嘅去回應呢種狀況嘅態度。咁所以。
我哋會睇到佢哋即係無論作家又好，哲學家又好，佢哋嘅作品咧都反映咗，雖然佢哋具體而言講嘅嘢可以好唔同，但係佢哋都好似係處理緊同一個問題，去表達緊某一啲共同嘅一啲態度嘅。啊，咁啊，正好由呢個角度切入咯。咁究竟即係存在主義呢個思潮咧，係喺咩時代興起啊？佢究竟回應緊啲乜嘢所謂時代嘅課題咧？其實時代上面嚟講，因為咧又好睇你點樣歸類，到底邊啲係存在主義者？咁因為好多例，好多人都會話齊克果就係存在主義之父啦。咁如果喺嗰陣時去講嘅話咧，咁個時代唔同喎。但好多時候我哋會 focus 喺沙特度。咁如果沙特嘅話，我哋講緊個背景就通常都係二戰前後啦，而亦都係因為呢種思想可能同呢個二戰嘅背景有關，即係啊嗰陣時戰爭好強，好頻發，跟住原來好多人喺嗰度就好多心靈上嘅需要慰藉，咁可能呢個背景咧就會令得呢個存在主義特別蓬勃啊！喺嗰陣時，點解咧？我哋嘅心靈幾時都需要慰藉㗎啦？點解係嗰個戰爭嘅時代，好似有好獨特嘅需要咁樣？我諗有一個特別嘅地方就係其實可以話係由如果我哋講即係將歷史拉闊到去睇，就係譬如由中世紀轉去所謂啟蒙之後嘅現代嗰個轉折，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就係喺西方世界啦。咁佢哋某以下嗰個神權啊，佢哋沒落咗。咁呢度象徵咗啲咩咧？就係其實以前啲人可能一般我哋都會相信係佢哋覺得佢哋要去處理自己嘅人生問題，或者要了解自己係咩人，從而決定自己應該做啲咩，唔應該做啲咩。佢哋係有一個比較客觀嘅標準去跟嘅，就係一個聖經啦，可能係或者係教會，佢哋有一啲基本嘅立場或者基本嘅一啲道德價值可以去遵守，然之後所有教徒所有人都要遵守呢個價值。但係問題係去到啟蒙，以至於去到後來所謂現代性嘅嗰個興起咧。咁呢一種對於上帝或者對於神權嘅嗰個信奉啊，就已經冇咗啦。特別係科學之後，即係科學興起之後，覺得這個世界其實上帝嘅嗰個創造嘅地位或者嗰個假説已經冇人相信啦。咁個問題就係有一個價值真空嘅情況出現啦。就係如果我哋冇咗一個用神做標準嘅客觀道德嘅價值或者人生意義嘅指向嘅話，咁但係我哋都要生活噶嘛。咁個問題就係咁點算咧？我哋用啲乜嘢做標準咧？用啲咩做價值咧？咁所以喺呢一個背景之下，就生出咗一種就係喺呢一個某意可以話虛無主義或者係某意下嘅一種價值真空嘅年代，人要點樣自處？點樣去選擇自己嘅人生嘅一種咁嘅問題，嗰一種背景。所以有一啲我哋有啲概念可以幫助我哋去了解呢個情況，就係話頭先阿如講嗰個，即係譬如以基督教為代表啦，西方當然係。但其實就算再早啲，我哋講柏拉圖，咁當然嗰陣時唔係講基督教啦。但係我哋話可以叫嗰種做一種傳統嘅世界觀，嗰種世界觀有個特色嘅，就我哋會叫佢做一個所謂目的論式嘅世界觀，即係話呢個世界所有嘢個世界本身啦，同埋裏邊嘅每一樣嘢，包括每一個人，佢其實都喺呢個宇宙裏邊，宇宙係一個客觀嘅秩序，而呢個秩序係一個價值嘅意義嘅秩序，每一樣嘢都有佢嘅意義同埋崗位。所以人在這裡特別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什麼，我們都是想回答一個問題，很多時候做人所謂安身立命，想知道究竟自己應該做些什麼，應該過一種怎樣的人生。在一個傳統的目的論式世界觀的這種看法之下，人要做的就是發現回這個客觀的秩序或者那個價值的整個系統，然後找回自己的崗位，找回人的崗位，以及我作為某個特定的人的崗位究竟是什麼。咁所以喺基督教裏面固然係啦，因為上帝安創造天地萬物，佢唔係亂咁整啊嘛，佢有個 point 嘅，即係有個佢背後想實現一啲，有個目的，所以每一樣嘢存在有佢嘅意義。人要做嘅嘢係咩咧？就係要實現翻上帝安排俾佢嘅嗰個崗位同埋角色啦。咁啊，呢個係一個傳統世界。咁你就算呢個歐洲啦，頭先講嗰啲譬如基督教，咁但係就算喺中國，我估儒家佢哋未必講一個人格神，但係呢種咁嘅諗法，呢種目的論式嘅世界觀都可以體現喺一個譬如個道咁樣，本身可能都有一種價值嘅取向喺本身喺呢度嘅。人都係去揾翻自己嘅崗位，去實現翻自己嘅所謂個本性啊、本質啊、人性啊、天性咁樣，有呢啲咁嘅概念啦。咁但係到咗即係啟蒙之後，我哋話進入一個現代世界一個特色，就係我哋由於科學嘅發展啊、宗教嘅衰落等等啦，我哋呢種咁嘅目的論式嘅世界觀就慢慢冇人接受啦。咁我哋相反就轉移用一種科學嘅方法理解呢個世界，咁出咗嚟嘅係一個所謂機械論式嘅世界觀。呢個世界只係俾一啲機械嘅因果規律所決定咁樣。
咁所以喺呢度最大嘅問題就係我哋強調科學，但係科學好著重咩？就係講客觀嘅事實。但係價值呢啲嘢就慢慢變成主觀，因為科學處理唔到價值嘅似乎嚇。呢個尤其是所以頭先提到呢個第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就係科學好發達，但係我哋以前以為科學可以取代宗教解決人嘅一切問題，但係而家發覺原來科學都可以成為一個最有效嘅摧毀人類文化嘅工具。我想稍稍澄清一點啦，即係我諗我哋而家做嘢我都知個目的㗎。點解我排隊啊？因為要搭巴士啊。點解搭巴士要翻工啊？點解翻工揾食啊？我都知道我的目的是什麼，但是你們是不是其實想說的意思就是說呢、當然我們每一個行為都可以找到一些個別的目的，是但是似乎我們人生整體呢、就找不到一個終極的目的、或者終極的價值解釋、是不是這樣的意思呢、劉老師，或者尤其是在以前就是這個好像有一個客觀的基礎在上帝那裡、在個天道那裡、但是去到一個現代世界，由於目的、價值、意義這些東西已經變成一些主觀嘅個人選擇嘅問題，好似係，咁啊弊啦咁樣啊，咁即係我而家選擇做嘅嘢，或者我覺得我應該做啲乜，其實以前我就可能因為上帝安排噶嘛，而家啲人話點解你要做呢樣嘢，因為我想做，咁你想做一定啱嘅，咁又未必一定啱嘅喎。即係以前係咪講嗰啲咩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咁，你生仔啊天經地義嘅啦，唔使問啦，係嘛？但而家可能我哋就係、都不知道那把尺在哪裡、那個價值的尺、我覺得就是 Roger 剛剛說的那個價值真空那一點，其實挺呼應到存在主義者很多時候都會強調的一個命題，一個主題就是荒謬感、即我們就是因為我們經常都會希望這個世界有某一種秩序，有某一種理則的，但我們就會發現其實如果在一個科學式或者一個機械論式的世界觀度看，我們會發現這個世界所有發生的事就是因果，而且這些因果是偶然的，即是沒有一定要怎樣發生的，好人不一定有好報，壞人都不一定有壞報，很多時候可能調回轉的，在這個時候我們就會覺得有一種荒謬感，世界為什麼不好像我這樣想呢？不是好像我這樣想覺得應該是怎樣而且會是這樣呢？為什麼不是呢？在這個時候就有一種荒謬感，很多時候、存在主義者就會覺得到底我們在這個這麼荒謬的世界怎樣可以找回人生的意義、人生的價值呢？這個就是其中一個他們很想強調的問題。阿全很厲害、我一直都以為你是只是研究中國哲學的，我估不到你這麼多範數。剛才剛剛提出了一個概念叫做荒謬感，這個很值得繼續釘下去，我們下一節再談一下。好，回來第二節哲學有偈談一下，我們今晚講存在主義，主要是講入面的一位代表人物就是沙特啦。咁啊，頭先第一節咧，我哋講過一下咧，就係即係存在主義嘅興起咧，其實可能係同一個現象有關啦。我哋姑且叫做上帝隱退啦，係嘛？即係話有一個對於我哋人生活著有一個終極嘅價值嘅解釋咧，而家咧似乎呢個基礎咧就係冇咗啦。不過我諗應該係佢唔係呢個現象嘅出現，唔係話由於一兩件好戲劇性的歷史事件嘅、一個比較漫長嘅文化發展、文化歷程啊，慢慢咁樣隱退啊嘛，即係變成係而家係一個我哋用科學去理解世界嘅一個時代。不過即係科學可以話俾我哋聽，例如點樣可以健康啲啦，點樣可以長壽啦，係嘛？但係問題係啊，點解我應該長壽咧嚇？點解好似存在主義者會問嘅？點解唔自殺啊？咁會問呢啲問題，即係嗰個活著嘅意義或者個必要性，而家好似就唔能夠由科學提供啊，係嘛？即係以前你話宗教佢可能有一啲神秘性啦，即使係咁啦，都起碼係有另一個功能，就係有一啲價值嘅解釋，係嘛？作為一個價值嘅客觀基礎啊，提供一個方向俾人知道做啲乜。但係即係好似頭先阿宇都有提過，就係、但係進入現代世界，當科學已經取代咗宗教喺解釋世界嗰啲方面取代了宗教，但係喺提供意義同價值咧，似乎就做唔到呢樣嘢。冇錯啦，所以到咗呢個時代咧，就有一個東西咧就出現咗啦，就係、是、上一節最尾阿全提到嘅荒謬感啦。係啦，即係有啲補充啊，補充翻嘅就係、是、嗰、即係荒謬，除咗就係話。我哋又喺而家，我哋似乎唔再能夠為價值揾到一個客觀嘅基礎，絕對可靠無疑。我以前就唔同，我信教好簡單嘅，就跟就得噶啦。而家你發覺原來宗教嘅權威已經即係同以前冇得比噶啦，係嘛？即係而家你識嘅教徒朋友，其實佢都只係翻幾日教會嘅啫。即係你有冇教徒朋友會？幾日都多啦。係啊，幾日都多。你有冇教徒朋友會為咗因為你唔信基督教殺咗你咁樣啊？即係唔會啊嘛！而家我哋喺現代社會唔會做呢啲。
所以宗教只是其中一個環節，但以前是主導他們人生，提供方向很重要。但是在現在我們已經不能夠用同樣的方式去看價值和意義這件事，所以不是只是上帝隱退那麼簡單，只是這個代表了所有客意義和價值的客觀基礎都似乎消失了在我們這個世代。而人面對這個處境的時候，那一個做法就是既然原來那些假的或者不存在，就不要就算了，那沒有意義了。但是人很得意，似乎人總是會希望他自己做的事是有意義有價值，而這個意義價值甚至我們不會滿意，就是他或者滿足於他只是對我來說有意義，我主觀地覺得我這樣做是對，我們又好像要求他有一種客觀性，正正是這種人對意義價值有一種客觀性的要求，但是同時又意識到我們好其實已經找不到一個客觀的基礎，這個這樣的矛盾就令我們有一種荒謬的感覺。荒謬的感覺，這個主要都是我以我所知是卡妙有討論啦，係嘛？沙特都有喎。沙特荒謬呢個用字比較少，但係咧其實嗰、那個我會覺得佢哋去回應嘅嗰個時代嘅背景或者成個立場係好相近嘅，因為沙特都會覺得譬如我哋陣間可能提到佢有一啲好重要嘅主張，譬如存在先於本質啊，呢一啲諗法其實同卡妙佢用荒謬感去開始佢嘅個哲學思考係好相近嘅。咁但係我諗今日因為剛才提過，即存在主義的、定義或者 它涉及的範圍很廣泛，我們今天主要集中就是討論法國的沙特這個人物，因為似乎我印象中不知道你們是不是都有這個印象，就是我想應該是沙特比較明顯地亦都比較出名地去用存在主義去叫自己，以及 去用這個 term 去了解一系列的思想家和一系列的思潮。所以我們今天主要就會討論沙特這個人物，而我想再 focus 一點，就因為沙特這個哲學家很有趣的，就是他是一個他既是一個文學家，也都是一個哲學家，是一個社會運動家參與者樣所以當他用存在主義這個term 或者 去進行相關思考的時候，它有很多不同的著作，譬如有一些很重要的書是 Being and Nothingness。 好，我看一本 Being and Nothingness， 這一本就是它的哲學前期哲學的巨著Being and Nothingness， 這個封面就是 Roger 的手筆來的，其實、就是、地球上只有一本那麼醜樣子所以就是譬如它有這些這個是代表作大部頭的著作，不過我們不會說它的，很可惜今天是不會說的那我們今天會我們說這些主要討論的一個，就是它可以說是去為存在主義去立一個定義的一個宣言式的作品，其實是一個 lecture 嚟嘅，一個 lecture note 嚟嘅，就係所謂演講啊。存在主義是一種人本主義啦，我哋亦叫咁就係法文版啦，同埋呢個英文版，就係 Existentialism is Humanism 呢一本書啦。咁我諗可能 Roger 先講一講嗰、那個呢、這個書嘅一啲重要嘅立場，就係、是、譬如存在先於本質。咁佢其實想講啲咩咧？或者提一提就係、是、個演講，其實佢都有個背景嘅，即係頭先我哋講嘅存在主義嘅一般嘅背景。咁我哋講唔到咁多人啦，但係我哋話所有存在主義者其實都叫存在主義者，即係開頭嚟講就唔係，因為佢哋都有啲好一定好一致共同嘅信，佢哋互相之間都好唔同意嘅。不過佢哋似乎對於呢一個價值失落嘅情況處境咧，都有一種共同嘅回應方法，就係點咧？就係、是、既然價值冇客觀基礎，有啲人喺面對呢個情況之後，可能翻翻轉頭就話：咁我信翻教啦，更加虔誠咁信。所以有原教主主義者，他們信得更加虔誠，很奇怪。但是存在主義者就用他們很獨特的方式回應，就是說什麼叫擁抱這個事實。所以雖然他們說的東西好像很多都很有個性很不同，但他們正正就要強調這件事，就是在這個價值沒有了客觀基礎的年代，我們要怎麼做？我們就要面對這個事實，去接受人就是這樣了，就是在一個沒有客價值意義沒有客觀基礎，但我們又追求這件事，那怎麼辦呢？咁啊，一個做法，我哋呃自己其實仲有嘅，翻翻去信教，但係佢哋就唔用呢條路啦。咁所以喺呢度佢講得好明顯嘅。咁但係因為佢哋咁樣做咧，有時佢會講一啲嘢，或者喺啲思想家或者啲作家嘅作品裏面，就會出現好多去描述呢個人嘅處境嘅一啲嘅描寫啦。咁我哋用嘅字眼就會比較負面嘅，喺一般人心目中，譬如講啊，我哋喺嗱，頭先有世界冇意義啊嘛，絕望，咁啊好絕望啦，冇意義啦，好荒謬啦，人生係咪？咁做咩都一係調翻轉啦，有啲人覺得哦，咁你做咩都得噶啦，即係好唔認真啦，個人冇曬責任感啦，因為以前你仲有個上帝要向佢交差噶嘛，而家都冇啦，你中意做乜都得啦。於是個個人都只係活喺自己嘅世界裏邊，為所欲為啦，好似會有一種咁嘅印象嘅俾人哋。咁所以
沙特至少佢自己啊，就覺得其實存在主義唔係咁嘅，所以喺呢度佢要嘗試回應呢啲人嘅一啲指控咧，即係佢會覺得呢啲係出於誤解嘅，即係意思係佢唔係冇講過嗰啲字，或者嗰啲存在主義者唔係冇去咁樣描述人嘅處境，但係佢唔認同佢哋對即係存在主義嗰種評價判斷，所以佢特登喺呢篇文章裏邊，我哋話呢篇呢個演講咧。叫做存在主義是一種人本主義，他正正強調咩？其實我哋先係最能夠講出人類光輝嘅一面啊！我哋講就講絕望呢啲字，但係咁先講到希望啊！我哋咁先講到人嘅責任啊！咁樣嗱，所以呢個係一個大概背景，所以佢係一個回應嚟嘅對呢啲問題。咁佢一開頭就點提講呢個所謂存在先於本質咧，就作為佢嘗試去統合啊所有存在主義者有個基本嘅諗法啦，當然其他存在主義者未必同意啊。但佢係咁我想插一句喎，呢幅圖阿 Roger 你手筆嚟喎，係嘛？啊，係啊。係咪畫得神似㗎？真係有冇有冇張相可以對照一下㗎？有啊，我哋都預備咗。真係咁㗎，沙特係咁樣。佢隻眼最緊要就係唔好向同一個方向望咧，就已經捕捉到七八成㗎啦。其他都唔重要。哦，有冇佢嘅？相可以睇下，可以睇下沙特本人個樣係點啊？係咪會播啦？哎，係啊，見到哇，好型，好靚仔，型過你畫喎。梗係啦，係嘛？我就係畫對眼就扮曬係㗎啦，咁樣。好啊，咁我哋向佢致敬啦。咁啊，講到存在先於本質，有冇一啲可以簡單啲點出？阿全可以講下佢呢個好得意嘅講法係嘛？存在先於本質，咁咩叫做？存在先本質咧，調轉得唔得？因為咧，其實佢就話過咧，佢其實有兩批存在主義者嘅，一批就係基督教嘅存在主義者，一批係有神論或者佢哋就係無神論啦。咁而佢就覺得自己嘅佢哋呢啲無神論存在主義者嘅起點咧，就係上帝已死嘅。其實就呼應翻啱啱我哋講嘅嗰個背景啦，就係因為咧，如果以前我哋覺得上帝係真係存在嘅話咧，佢創造人噶嘛，咁創造人應該有個目的啊。咁呢個而呢個目的其實就係我哋嘅本質啊！我哋要實踐佢。咁呢個時候我哋其實就好似一件物件咁，你幻想係例如呢個杯，呢個杯我哋整人整佢出嚟噶嘛。而我哋整佢出嚟其實係希望佢可以完成某一啲目標噶嘛目的啦。例如就係俾我哋幫我哋去裝水俾我哋飲啦。咁所以嗱呢個時候咧個杯就有個本質啦。咁但係咧沙特呢啲無神論存在主義者就覺得我哋根本就佢唔會承認有一個上帝創造咗我哋出嚟。佢覺得我哋人係點咧？我哋人就是先存在了然後透過行動去界定自己的本質，所以我哋就係、是、所以就話存在先於本質，我哋冇任何嘅目的啊或者本質介入去我哋嘅生命度嘅，係我哋自己去揾嘅喺我哋嘅生命入面。咁所以即係好簡單咁講咗，呢、這個就係存在先於本質佢嘅諗法啦。所以就好似沙特覺得其實佢都會承認，或者佢覺得存在主義者都會承認一個基本嘅立場，就係、是、呢個世界有一啲係本質先於存在，或者係佢嘅目的先於佢嘅存在呢個事實本身嘅，就係、是、一啲物嘅存在，譬如一隻杯啊、一支筆啊，佢用嘅例子一支筆咁樣啦。咁但係喺人呢個 case 咧，佢就唔覺得人有一個先在嘅目的，可能係上帝，可能係天道，可能係呢個社會俾我哋嘅一個藍圖去界定人究竟要做啲乜。而每一個人係具體先生咗出嚟喺呢個世界上面，面對一個獨特嘅處境，然之後決定自己應該做啲乜，去決定自己嘅本質係啲乜。咁所以喺呢個意義下，人呢、這個case 咧喺沙特嘅眼中就比較獨特嘅，就係、是、人先至會存在先於本質。咁同埋喺呢度可能要留意一點，就係好多時即係我哋一講阿沙特話存在先於本質咁樣，呢度主要係講人嘅嗰種獨特嘅存在方式啦。咁好似就係話哦咁啊，即係人冇本質啦咁樣係咪？咁即係所以每個人都獨特。咁但係有啲人就會批評，咁唔係啊，人梗係有本質啦。人嘅本質就係咩？就係、是、存在先於本質啦，或者人就係自由噶啦。因為如果唔係你就唔係人啊嘛。咁所以我估呢度要分清楚一樣嘢，就係、是、第一，當我哋如果你都可以咁樣講嘅，話人係冇本質嘅，咁樣去理解所謂存在先於本質，就係、是、指人係冇本質呢個意思咧。佢要講嘅唔係話人與人之間冇共通點啊，因為呢個好明顯荒謬啦。即係好多時我哋嘅生理構造啊，都係類似嘅，甚至關乎到佢嘅理論本身就係、是、正正佢要講出所有人都有嘅一種存在嘅結構啊嘛。存在的處境啊，等等係個狀態，所以是有共通點的，在呢個意思之下，人是有本質的，你可以話。咁但是咧，呢個所謂冇本質的意思是咩？係針對人冇一個鮮豔的本質。意思尤其是集中講的不是人作為一個類，是每個個別的人冇一種叫做預先你未出世、未存在之前就已經好像以前，如果你信教咁，
上帝安排了個任務俾你，咁你未出世之前佢已經諗定㗎啦嘛，先整你出嚟啫，去到咁上下。咁所以喺而家咧，佢嘅意思就係話，作為一個獨特嘅人，其實冇話你一出世就注定要做啲乜嘢。喺呢個意思之下，叫做冇一個咁嘅先驗嘅本質。所以其實 Roger 嘅意思可唔可以咁樣理解啊？即係佢其實區分咗咧，即係作為一個一般嘅人類同埋一個獨特嘅我嘅兩個層次嘅區分啊嘛。作為一個一般性嘅人類，當然有啲結構上嘅共通點啦，但係作為芸芸眾生入面嘅獨一無二嘅我咧，究竟我係咪有一個先定嘅先驗嘅本質咧？呢個就係佢哋要反對嘅，係嘛？幾好，我哋下一節再傾啊！好啦，嚟到第三節嚇。咁啊，頭先我哋講到存在先於本質，係咪？咁我理解啊。咁啊，你話我面前呢只杯係咪？咁啊，佢喺存在之前咧，就已經嗰個工匠咧就設計好佢係乜嘢噶嘛，然後先至俾佢存在噶嘛。即係佢本質一早就定好咗啦，係嘛？咁我哋頭先講到話咧，人啦，或者具體啲講，其實每一個個體啦，其實佢係首先存在，然後先至去塑造自己是什麼嘅。咁我可以理解，但我有一個疑問喎。照計，如果上帝一隱退咗之後咧，就只係得翻啲人造物，即係譬如啲杯咧，係本質先於存在噶嘛。照計應該係咁噶嘛。咁其他嗰啲非人造物，譬如我屋企只貓咁啊，照計佢應該都可以係存在先於本質噶。點解咧？我哋沙特要咁局限到話存在先於本質，只係我嚟描述人嘅咧？因為我估呢度牽涉一個問題，就係嗰個所謂存在先於本質之所以係咁嘅情況咧。就係、是、同人係作為一個有意識，甚至舉即係準確啲講，就係有自我意識嘅生物呢樣嘢有關嘅。即係話，譬如一隻貓，佢可能都有意識，植物就唔好講啦，意識都冇啦。咁佢唔會知道自己係乜，因為佢唔會知道任何嘢啦。但係一隻貓咧，可能某程度上，第一佢感知到呢個世界嘅，即係周圍嘅嘢對佢有反應嘅。不過佢未必有好明確，即係就我哋而家現有非常有限嘅嚇嗰個科學知識咁講住先啦嚇。即係萬一可能有，可能佢都有存在嘅所謂危機啊，咁都唔定啊。咁但係一般就或者養貓嘅人會覺得其實貓係唔同嘅，狗咧就冇嘅，狗嗰啲咧就只不過係生物咁樣。貓就係同人一樣，甚至高級啲咁。我唔知啊，養狗人有唔同意見啦。我就乜都冇養，我就係養魚嘅啫，我就當動物冇啦。但係人咧係同其他動物唔同嘅，就係佢一種自我意識啦喺呢度，即係佢唔單止會意識到周圍世界發生嘅嘢，佢仲會意識到係啊，我而家喺呢個世界度活動緊。我做緊啲乜嘢？通常我哋好得意嘅，譬如我哋做緊嘢嘅時候，譬如我而家講緊嘢，我講緊嘢，我飲水，飲水。咁我飲水同講緊嘢嘅時候，我就咁講嘢同埋飲水，我睇到呢個世界嘅嘢，但係我唔會有我出現喺我嘅意識裏邊嘅嚇。但係好得意喎！如果你問我，咦，我就係頭先做咩啊？我攞起杯水飲啦。我答到呢個問題，代表其實我頭先雖然飲水嘅時候，我冇特別諗住係我飲緊水，但係我係有某個意思，就係意識到係我去攞起呢只杯，然後倒落個口度嘅，我先答到你嘅問題嘛。喺呢個意思之下，人有一種咁樣意義之下嘅自我意識，係呢樣嘢令到人有所謂一種存在與先於本存在先於本質嘅結構嘅。即係當然具體嚟講就會好複雜嘅，大家讀嘅。我依家有兩點補充嘅就係、咁我哋都可以追問，咁我哋點知貓冇啊嘛，或者某啲動物冇啊嘛？咁如果係要幫沙特去 defend 佢呢個 point 咧，其實可以簡單啲諗就係、佢唔一定要話只有人先至有呢啲嘢，而其他物種係冇嘅。佢可以話，如果我哋有朝一日科學已經發現到原來貓係有同等嘅程度嘅自我意識，甚至係更加高級嘅咁，可能佢哋已經沙特可能接受佢哋係人，或者更加似係人。只不過喺我哋呢一個範疇去討論嘅時候咧，咁我哋覺得似乎人係比較明顯地配得上，或者係比較容易去好明顯咁展現到有呢一種自我意識嘅咁樣嘅特質咁樣。咁而另外就再補充補充翻 Roger 啱啱講自我意識嗰點咧，即係好似我哋人或者係人作為一個特別嘅例子咧，佢哋可以有自我意識，就係將自己擺成一個對象去了解。咁所以有一個好特別嘅後果就係咧，佢會開始能夠去思考自己係啲乜嘢，或者自己應該點做。而如果啲冇呢種自我意識嘅，或者冇呢種能力嘅物種，可能植物連意識都冇嘅，或者係貓，佢哋可能會可以有意識地做好多嘢，但係佢哋唔會將自己擺出嚟，成為一個對象去思考，究竟呢一嚿嘢即係我應該做啲乜嘢。
咁所以喺呢一度產生咗頭先一路講嚟，譬如人喺呢個世界嗰種荒謬感啊，或者人究竟要面對自己嘅處境入邊應該要做啲咩抉擇嗰一種嘅問題，就係源於人嘅呢一種智慧。或者要意識到我應該成為什麼，我想成為什麼。因為當你可以將自己作為一個對象去思考嘅時候，其實某意義可以話即係就説明咗，其實你唔係呢嚿嘢啊，你可以超越呢嚿嘢。即係例如我當前就喺度同大家傾緊偈。但我可能反省翻咗，我講得唔好啊，咁我就見我可以將自己作為一個對象去思考啦，然後就話俾我知，咁其實呢個咪就唔係我咯，因為你可以將佢作為對象，係講得差唔多，講得好就即係你，因為你我明白你意思啊，即係你當你自我檢討或者自我批判嘅時候，嗰、那個被批判著嘅就唔係我啦，因為我應該係做緊批判嗰個啊嘛，係嘛，所以我永遠可以將自己推出去對象化而予以檢驗嘅。或者予以反思，係呢個意思係嘛？所以呢個意思之後就連去到點解講存在先於本質啦？因為所謂存在先於本質，個存在咩？就係人嘅存在啦。咁人嘅存在強調嘅正正就係呢種我有呢種意識結構，有呢種自我意識嘅能力嘅一個生物，我存在咗先。至於我係啲乜嘢咧？當然我係一個人，我同其他人一樣係人。但係當我哋話存在先於本質，個本質就係講緊我呢個特定嘅人究竟我係啲乜嘢咧？呢個問題講緊嘅唔係我係屬於邊一個類，係講緊我呢個人。究竟應該是一個怎樣的人呢？是要成為一種怎樣，要過一種怎樣的生活，成為一個怎樣的個體呢？你是一個獨一無二的答案就是那個所謂本質。譬如我要做一個教師，我要做一個消防員，那這個就是我用來界定我的所謂，用來界定我的那樣東西就是那個本質。但容許我提醒大家，今集的題目叫絕望的自由，現在是第三節了，有次我見主持人是多麼重要。你很有自我意識，所以雖然你現在給我一個規定，但我立刻反過來想，我是不是一定要聽你先？剛才你說到說存在先於本質，即人真的可以幾自由的，起碼自由過棵樹，自由過隻貓啦，我諗都係嘛，因為佢哋冇意識啦，係啊，因為佢唔可以話我辭咗份工咁啊，係嘛，或者我佢覺得我點解人哋第啲貓咁叻，我咁衰啊，成日搞住個主人啦，我真係自我批判咁啊，我要成為一隻更好嘅貓，佢又唔會啊，但我哋好似即係人類嘅存在多咗好多可能性咁喎，咁其實幾好喎，係嘛，好自由喎。仲有咩問題咧？有咩值得反省咧？所以要小心嗰個就係頭先正一路講落去嘅時候，本來我就講落去啊咁樣啊，就係嗰個本質咧，即係當我哋話我要成為一個消防員咩性嘅時候，個自由喺呢度講嘅其實，即係話當我而家可能一開始我平常一般人生活唔會諗咁多嘢啊嘛，即係點樣我而家做緊乜？我當然知道自己做緊啲咩啦，但係我唔會特別去諗佢嘅，亦都唔會諗要做第二啲嘢。我順住次序起身就係刷牙洗面，跟住。個翻工咁樣做開嗰份工，我就係嗰個人啦，我就係一個教師咁樣。好啦，咁呢個就係我嘅本質啦。我嘅一切生活都係圍繞住我對自己嘅呢種理解嚟安排嘅。所以個地鐵對我有個特定嘅意義，佢就係幫我運送我去到學校嘅地方嘅一個工具。咁我食飯係有個特定嘅意義嘅，你都食飯，我都食飯。但係一個消防員食飯，可能為咗保持佢嘅體格係去救火咁樣啊。我係為咗有足夠嘅體力咁樣啊，然之後去教書咁諸如此類啦。你選擇成為一個怎樣的人，即是你將自己看成是一個怎樣的人，就會決定了你的世界裏面不同事物的價值和意義。好了，但由於我們有這種自我意識抽離反省的能力，可以審視一下、原來我突然間可能有一天，尤其是通常上班上得不順利的時候，即是上順利就不會特別想什麼，因為順利的時候是沒有問題的，不順利就會想、我做這麼多會問這個問題是什麼，為什麼呢？這樣是不是？為什麼？我還是不是要做下去呢？咁當你咁樣問嘅時候，其實你係一個褪後咗一步，去質疑你原本做開嘅嗰種類型嘅人啊，究竟係咪仲需要嗱？呢個距離係好緊要嘅，因為佢令得我哋一方面意識到我而家係點樣樣，然後同時我就意識到另一樣嘢就係咩？我唔一定要係咁樣樣嘅。自由就喺呢度出嚟。個自由就喺呢度出嚟，因為如果喺以前咧，就好似冇呢種意思之下嘅自由嘅。譬如我而家喺田度做農夫耕田。咁我又失收啊，咁樣跟住啲官又嚟欺壓我，咁我仲繼唔繼續耕咧？咁都要繼續耕噶，點解？上帝整我出嚟就係做呢樣嘢噶啦，即係我嘅主觀意願係唔重要噶嘛。我有個崗位嘅係上帝俾我嘅，因為神父係咁同我講。宇宙級嘅崗位。係啦，喺呢度我就只能夠做我被賦予嘅嗰個角色。喺呢個意思就係我冇所謂自由嘅喎，但係人好似好唔同喎。係因為。其實有啲補充咧，就係如果喺沙特嘅框架底下咧，直情人嗰種自由係絕對嘅自由啊！即係佢有一句好出名嘅金句噶嘛，就係 Man is condemned to be free， 即係
我哋係命定自由嘅。點解呢？因為命定同自由好似好矛盾啊嘛。照計你命定咗就係你注定咗一定要做某啲嘢，咁你就冇自由啦，係咪？你自由就有得揀啦。佢咧就係話咧，其實我哋人咧就係無論咩時候都要做選擇啊。所以可以分開兩個層次去講，就係、是、你咧可以做唔同嘅選擇。咁喺呢個情況底下，你有得揀啦。但你冇得揀去做唔做選擇啊。你係一定要做選擇噶，所以喺呢個位置你係命定噶，所以人好有個重擔就係我哋係咪都要做選擇，我哋係咪都要為自己人生負責？就好似啱啱魔像咁講，我哋係咪都要諗啊？我應唔應該做一個消防員咧？我繼唔繼續翻工咧？朝九晚五係咪有意思咧？所以我哋就係咪無論任何時候都要揀咯？而有啲時候我哋好唔想揀都要揀，就係、是、例如喺沙特啱啱即係我哋今日好 focus 喺呢本書，即係存在主義是一種人。本主義度其中有一個好經典嘅例子啦，就係沙特有個學生有一日就走嚟問佢，咁嗰陣時咧就發覺打緊二戰啊，咁然後咧咁個學生嘅媽媽咧，咁其實就有咁即係佢仲有一個阿哥啦，咁個阿哥就喺打二戰嗰陣時就死咗啦，咁然後咧呢個仔咧其實都想去打二戰，咁佢就面對緊一個困難就係、是、如果我走咗去打，一係咧我就去打二戰啦，咁我就去報效國家啦。咁而佢覺得呢樣嘢好有價值，好值得去做嘅。另一樣嘢就係我留喺度陪阿媽啦，因為阿媽死剩我一個仔，佢知道如果我都走咗咧，咁其實成即我媽就會冧噶啦。咁所以佢就會面對呢個困難，要去選擇其即要去做一個選擇啦。而你會發現其實你冇可能逃避，即你係咪都要揀嘅呢個位置？你冇得唔揀啊，因為呢個就係你嘅處境咯。咁而咁當然所以呢個就係、是、所以沙特就其實好強調我哋嘅責任啦。因為個意思就好似係佢甚至會話即係 condemnatory free 係注定係自由，甚至係被詛咒係自由啊嘛。個意思頭先阿全就講就係、是、你喺每一個 moment 都要揀自己嘅人生方向係啲乜嘢。咁甚至我哋會有時話我哋唔去揀啊，我哋聽其他人話，譬如我哋以前可以聽上帝話，甚至係其實現代都會多時係咁噶嘛。即係我哋究竟畢咗業之後，跟住就要揾一份工，跟住咧要成家立室、生仔、買樓啦，然之後去儲錢，跟住安享晚年咁樣。即係好似有一個好靚嘅人生藍圖，去呢個社會俾我哋嘅，唔知喺邊度嚟嘅其實。咁然之後我哋就跟啦咁樣，我哋人生應該係要咁樣嘅。但係沙特嗰個有趣嘅地方就係話，就算我哋話喺呢個 case， 我去話其實社會個個都係咁噶啦，咁我都要咁樣做，其實都係無可奈何嘅咁。其實我哋都暗瓦底做咗一個選擇，就係、是、我哋聽呢個社會話，我哋服從佢，我哋選擇服從，唔去選擇反抗。咁所以喺呢個嘢，其實你都做咗一個選擇，就係、是、無論你係選擇跟定係唔跟，都係你自己嘅選擇。我諗阿宇嘅意思就係你唔選擇啊，都係一種選擇。你以為因為其實你所謂嘅唔選擇，只不過係你自己揀噶嘛。你又可以揀唔咁樣朝九晚五翻工噶，你可以做第二個選擇噶嘛。所以你會見到就係你係咪都要揀咯？在這個情況下你才見到那種人怎樣被命定自由那種其實所以挺絕望的真的因為你是不是都要做選擇你沒得選不選的那怎麼算呢還有那個注定要選的意思是你總是一開始的時候已經有某個身份的即我是做某種類型的人然後如果你所謂不選是什麼即是你繼續做回原本做開那樣東西這個都是一個選擇因為你其實當你意識到可以選第二些東西的時候你不去選你就是選了繼續維持原本的生活方式所以有時候做主持呢即究竟截住你哋好定唔截住你哋好呢都係個選擇我覺得係一個詛咒嚟嘅。咁呢一節我哋即接住呢個存在先於本質講到人嘅自由啦自由嘅重擔啦自由嘅即焗住啦係咪冇得唔做選擇啦係咪咁究竟即人生嘅出路喺呢個情況底下應該係點呢我哋下一節再傾下。哇這麼快就最後一節了我想接回剛才講到自由啊喂如果即自由是被宣判被助咒你一定是自由呢即是我其實做什麼都自由無論我現在講嘢好還是不講嘢有個 dead air 啦其實都是一個選擇喂如果是這樣真的人是做什麼都可以、我可以即腳踏實地又可以我就醉生夢死花天酒地又得咁樣，即係譬如我係好想即係將自己營造到係一個浪子咁啊，即係得唔得一件事啊？本身就係啦，唔係你唔係咩？你唔係選擇咗成為一個浪子嘅咩？即係我並唔係即係先，我並唔係先天地有一個設計者設計到我一個浪子啊嘛，係後天地自己選擇嘅，即係都係㗎啦。係啊，但係可能做唔到啦，當然。喂，咁即係乜都 OK 㗎嘛？其實醉生夢死有咩唔 OK 啫？嗱，呢度分開兩個問題啦。
第一，如果你話唔 OK， 即係頭先你個問題好似話有啲嘢好似唔應該做嘅。嗯。好啦，咁呢個所謂應唔應該，其實背後假設有個標準啊，即係某一啲身份、角色或者行動係人應該做嘅。某啲就係人應該做啦，或者某啲嘢係你應該做嘅。即係你著起龍袍睇你個款係嘛？難道做到太子嗎咁樣？根本都唔似啦，所以你注定唔係㗎啦。咁喺呢個問題上咧，嗱，沙特正正就係想反對呢個諗法，即係冇乜嘢係就咁。如果你同我講啊，即係一定唔可以做嘅喎咁樣。所以呢個第一嚇，即係真係嘅，我可以咁樣代去答你咁樣啊。即係其實冇乜嘢係完，因為你要俾個標準。而家佢哋正正要反對有任何客觀嘅標準。而所有即係冇話唔俾醉生夢死，或者唔得啊，或者你咁樣講緊，可能頭先意味住有種醉生夢死嘅生活方式係價值低啲嘅，但係呢個背後要有個價值嘅標準去判斷噶嘛。冇錯。而家沙特要講嘅就係人嘅自由在於咩啊？就係其實你去判斷一樣嘢有冇價值，或者你去決定一樣嘢有冇意義，有咩意義，個價值高定低，其實係你先選擇咗自己成為一個咩人。所以好似頭先咁講，如果你選擇，譬如用兩個例子，我要成為一個鋼琴家。對你嚟講，呢個世界某啲嘢係變得唔會出現喺你嘅宇宙裏面，籃球嗰啲同你冇關嘅。但係你行過某啲商場，你見到琴行咧，可能你會特別對你嚟講係重要嘅。啊，體用品公司就唔重要，甚至係避免籃球好危險啊咁樣啊，對鋼琴家嚟講。所以就唔係先有一啲價值喺度，然後我哋再去根據呢啲價值去決定我哋人生啦。係我哋選擇咗做一個咩人先決定咗啲價值。冇錯啦，先決定咩嘢叫有價值，有咩意義。好啦，所以呢個第一。第二就係話咁你話哦，咁我做個浪子好 hea 都得㗎啦。嗱，呢個要小心喎。佢嗱某個意嚟講，你係可以選擇成為一個浪子。咪頭先阿全實踐咗佢自由啦，係嘛？鏡頭影住佢都仲喺度睇本雜誌，係啊，真係好嘢㗎。嗱，但係要分開就係聲稱自己係一個浪子，同真係成為 to be 啊一個浪子係兩回事嚟。哎呀，你咁樣揭穿我，好重要啊呢個。你講自己係咩都得。但是如果你要成為一個浪子的意思是牽這個是要體現在你日常生活的每一個個別行動裏面的，即是你要真的不去很理會一些世俗的眼光，不是人做得到的。但反過來你做一個基督徒都是你要成為一個基督徒，你就要很認真去對待作為基督徒這個身份連帶有的一大堆規範啊原則。原則對一般基督徒自己來說是來自於上帝，但從沙特角度來看，如果那個人選擇成為一個基督徒，其實到最後是他自己選擇成為基督徒，而令得聖經裏面的教會啊，某一個神父講的嘢對他有一種權威，都是最後的源頭啊，係喺佢自己嗰度。好啦，同樣道理，成為一個浪子或者無神論者等等，任何或者佢有時舉例子就是你結唔結婚？嗯，即係你好，我你人哋問你中唔中結婚啊？如果喺街咁樣，冇所謂啦咁樣。但好多人講即係隨便答嘅啫，佢唔係真係冇所謂嘅。到最後佢都係會結或者肯定唔結咁樣。所以在這裏你要成為一個浪子，他的意思是你可以，不過認真成為一個浪子的意思是什麼？你就要在生活裏面每一個行動都表現出一個浪子應該做些什麼。所以這個不容易的，你很難很hea去做一個很hea的人。你要立志成為一個很hea的人，其實是需要很大的commitment同埋一個好強嘅意志，去唔好有時突然間唔 hea 咁樣，唔得喎咁樣，咁你即係冇成為一個 hea 嘅。我想再舉啲例子，喂，浪子唔夠邪惡啫，我想做大奸狗咁，殺人狂魔咁點啊？咁又 OK 啊？因為或者我再引申一下，因為啱啱 Roger 嘅意思就係話，我哋要好認真咁樣去對待我哋嘅選擇啊嘛，咁你先真係做到你要做嘅嘢嘛。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例如我想做，例如我好認真咁做希特拉咧。我好認真咁要殺啲猶太人咧，咁係即如果根據沙特嘅理論，咦？似乎係 work 個 fit 到沙特嘅理論嘅，但係個問題就係正正在於我哋覺得唔應該咁做嘛。而咁沙特可能嘅回應就話：咁你點樣判斷啊？但如果去到咁極端就好大鑊啦，就因為我哋會有啲是非黑白，我哋覺得好明顯係可以分到嘅，就是、例如咁樣屠殺好多好多嘅人係擺明錯咯。咁所以個問題就係、沙特嘅哲學到底有咩資源去回應咁樣嘅問題咧？嗯，冇錯。阿如講唔講先啊？預備出。我覺得我都有類似嘅問題嘅，其實只不過或者釐清翻個 case 就係、是，因為佢成日都強調一個意思，就係我哋要為自己嘅選擇負責嘛。即係頭先由 Roger 嗰啲嗰個展述就引申出嚟、就是，就係你唔可以好 hea 咁成為一個好 hea 嘅人。個意思就係、是、無論你做乜嘢嘅選擇。就算佢係冇一個客觀嘅標準，即係其實對沙特嚟講，就真係冇一個客觀嘅標準去幫你決定。咁唯一嘅決定嘅源頭就係你自己。咁所以咧，
無論你做啲乜嘢嘅抉擇，無論你做一個好人又好，壞人又好，或者係你無論做一個好認真或者好 hea 嘅人好，鋼琴卡又好，呢、這個籃球員又好，甚至係翻翻去頭先阿全講喺書入邊嗰個 case 嗰、那個男仔，佢究竟嘅選擇從軍定係留喺屋企陪阿媽都好。無論佢個選擇係啲乜嘢咧，佢都要承受所有引申出嚟嘅後果，因為佢呢度佢冇任何嘅藉口可以去安排或者去掉翻出嚟，因為唔係個社會話俾你知嘅，唔係個上帝去幫你決定嘅。就算佢哋有呢個咁樣嘅講法都好咧，都係你去決定相信佢哋，所以最後嘅責任都喺自己度。而即係佢好有趣啊嘛，佢嗰、那個本書入邊就係話佢個學生嚟到問佢，即係佢做唔到抉擇，究竟應該要孝順阿媽定係去為國捐軀咧？咁樣佢最後嘅選擇就係你係自由嘅，你自己決定啊嘛，即係沙特嘅答案。即係冇答過啦，係基本上冇答過。唔係佢個再有趣啲就係佢話你嚟得問我，其實你咁多人可以問，我哋問問題都係咁噶嘛，好得意係咪？你啊升學定就業好咧？咁你會問咩人啦？第一你唔會問個唔識嘅人啦，唔識我做乜問佢咧？第二你唔會問個你好憎嘅人啦。或者好憎通常是因為你很多嘢嘅睇法同佢好唔同啦，你大概都會揀你啲朋友啦，係咪？咁即係其實佢同你嘅睇法大致上嘅距離啊、價值觀啊都唔會好遠啦，好相近啦。跟住咁你咁多朋友，點解你問嗰、那個唔問嗰個咧？其實即係沙特嘅意思就係你嚟得問我，你又除非你唔識我，你識我知道我係會俾咩意見嘅咧。其實大概你嚟問我，只係想我 confirm 你嗰、那個啊，肯定你自己原本有啲諗法啫咁樣。你已經揀咗㗎啦，你揀咗想嚟問我 confirm 你個選擇咁。我想回應翻阿如，即係因為啱啱阿如嘅講法可以再發展落去，就係似乎，咦？咁我哋只要我哋願意負翻責，咁咪得咯。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假設如果希特拉都好，我願意負責㗎，我要殺人，我 OK 㗎，你之後咪審判我咯，我得㗎。咁完全都又係 fit 翻曬沙特嗰套 feel。即係我預咗遺臭萬年㗎啦，在所不惜，冇問題㗎我。係。咁我接受曬咁。所以如果係咁，會唔會沙特其實個哲學係可以容許到一啲咁樣嘅人存在，或者甚至乎鼓勵埋佢添啊？佢即係如果希特拉走去問佢話：你信自己啦，你自己諗啦，你自己揀啦，咁即會好大鑊咯，我會覺得。我覺得第一，沙特都係只係一個哲學家，而所有哲學家我都中意上堂嘅時候講一樣嘢就係、是，讀哲學係好好嘅。即係你讀物理學咁樣啊，跟住你啱啱上堂，你同人講啊，你嘅志願就係我要成為愛因斯坦咁，即係得啖笑啦，係咪？但係你話讀哲學有啲唔同，就係咩咧？其實人人讀哲學嘅人，其實基本上都同柏拉圖一樣，就係咩咧？即係所有哲學家最出名嗰啲柏拉圖啊、里士多德，其實佢都有共通點嘅，就係佢講嘅都係錯嘅。咁你最多都係錯啫，係咪同一樣？咁當然啦，咁唔即刻令到你變成同佢哋同級，因為佢哋嘅價值唔在於佢啱，錯得夠，係佢錯嘅時候咧，係有啲特別嘅意義嘅。佢會用一俾到一個好唔同嘅角度，我哋去睇一啲。咁所以喺呢度，當然頭先我哋主要係引介沙特喺呢本書裏面嘅睇法，即係第一就係有好多限制嘅時間上，令得我哋唔能夠講佢太多其他佢嘅理論嗰個講法背後嘅基礎啦嚇。咁啊，呢個第一。第二，即使講埋，當然佢作為一個哲學家，其實佢講嘅都唔會係完美無瑕嘅，總有啲問題。咁其中一個好大嘅張力啦，可能喺度，可能正正就係頭先你講嗰個問題啦。咁但係即係姑且，如果順住沙特嘅諗法，即係。可以即係稍微試下回應，即係呢個純粹作為一個進一步大家之後再思考討論嘅一個起點啦。就係第一，譬如你話希特拉講嗰樣嘢，即係如果你提出嗰、那個嘅批評，好似係覺得咁你做希特拉一定唔啱噶嘛。先唔好理沙特本人啫，佢哋都好反對呢啲咁嘅納粹啊黨嘅做法啦，當然咪。但係如果唔理佢個人嘅立場，其實如果你要批評希特拉做嘅有問題，個問題喺邊度？你要俾個標準出嚟。而家佢哋要批評嘅正正就係你揾唔到一個咁樣嘅標準，你係用效益主義，用康德，個問題係你可以用，但係我點解一定要用你用嗰個標準？所以個問題就係、是、你如果強烈覺得只係代表你強烈覺得咁樣做唔得，唔代表你真係揾到一個客觀嘅標準去判斷呢樣嘢本身一定唔得。呢個第一，第二就係、是、你認真做一個納粹黨員或者希特拉啊，即係其實都係唔容易嘅。即係唔係話我升即係嗱呢個，所以佢講嘅好多字眼都好得意，所以呢個翻返去開頭我哋講嗰個批評，好多人對佢係咪講絕望？其實佢哋存在主義者用呢啲字嘅時候，個意同一般人係好唔同嘅，係嘛？咁所以譬如你話責任都唔係話咁，你點負啊個責任？我會負曬所有責任，就係、是、你拉我啦，即係唔係嗰種意思啊？即係嗰個係抽象啲嘅，佢講個責任就係呢個係我嘅一個決定，所以佢好多嘢我哋控制唔到，我咁樣做究竟啱唔啱？我哋就要意識到呢樣嘢，然後
去繼續做我覺得啱嘅嘢，而好認真喎。咁啊呢個意思之下，可能其實希特拉個諗法係啱㗎，即係太多人啦，呢個地球上真係都未必一定係唔成立㗎嘛。呢個講法係咪？當然佢沙特後來佢喺去到後期一啲，佢有啲講法嘅，即係佢都會反對希特拉嘅做法，因為呢個佢強調自由嘅時候，佢強調唔係淨係追求自己自由，而要追求自己嘅自由嘅過程裏面，你必然要追求埋其他人嘅自由。咁不過呢個就唔能夠喺呢度講太多。我覺得所以如果淨係 focus 喺去即係前期啲嘅著作度，我覺得有兩個可能嘅答案咯。一係就即係你唔會叫一個整甜品嘅師傅要整個西炒飯俾你噶嘛？咩意思呢？就係咁沙特其實依家要話俾你知人嘅存在狀態啫嘛。咁你同佢講道德做咩啫？即道德嘅自由可以講，但係就唔係佢要負責嘅範圍嚟嘅。呢個我覺得第一個可能性啦。第二個可能性就是其實佢都可以講到啲嘅，但係就可能會好似 Roger 咁講啦，就係要即係翻翻去之後啲，或者佢有一種比較特別嘅道德價值觀，咁可能我哋今日就唔能夠完全講到咯。咁我覺得所以呢兩個大概係佢可以講到嘅可能性咯。同埋我想講多一句就係，所以佢特別叫呢篇文做存在主義是一種人本主義，其實佢就想話俾你知，你只有正面咁去面對人類嘅呢種咁嘅價值失落，但係你又要求嘅價值等等呢啲困境。你要正面面對佢，好似冇咗上帝，冇咗希望，變咗好絕望。但係其實咁樣先係為人帶嚟一個希望。你要認識呢樣嘢，然後去做。你有自由，先有你嘅責任，先可以講得上。哇！你講咗我想講嘅總結添啊，係嘛？今日我哋咧主要係介紹存在主義入邊一個好重要嘅代表人物啦，就係沙特啦。咁啊，講到就係我哋冇咗個終極嘅價值依託，喺一個絕望嘅處境底下去實現我哋嘅自由。我哋今集講到呢度啊，下次再見。